耶稣临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望见京城，便为他哀哭说，恨不得在这一天，你也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，但这事如今在你眼前是隐藏的。的确，日子将临于你，你的仇敌要在你四周筑起壁垒，包围你，四面围困你，又要消灭你，即在你城墙内的子民，在你内绝不留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，因为你没有认出天主眷顾你的时机。